大家好，我是西半山的姚志。今天同大家来到西半山白合院寻宝。白合院位于般咸道，设计上古香古色，充满典雅的情调。今次要参观的单位实用面积是431尺，一房一套。一入大门就见到横厅，采光十足，小巧精致。大厅旁边就是厨房，厨房市正企理。转出厨房进入走廊，走廊的尽头有个收纳柜，收纳柜旁边就是洗手间。洗手间设有明窗，方便通风。而喜欢浸浴的一定会喜欢这个浴缸。洗手间的对面就是睡房。睡房相当阔落，当两个睡房用都还可以。这个单位最啱的就是单身贵族或者啱啱组织家庭的年轻夫妇。想拣选一个又舒适又方便的安乐窝，这个是我Eugene的诚意推介。